来搜寻一下什么叫做幸福的彼岸，慈祥的眼光迎接何方，美丽的心愿就会出现在何方。红色呢，那代表两个人怦然心动，台美的颜色，蓝色就是我们肯定蓝色的颜色。我们说好着，带着信赖，带着热情，呈现出崭新属我们婚姻的颜色。